茶铺。呀，买那纸啊布。红条杀好了，红条杀好了。Nice to meet you, baby. Thank you, I'm pretty sure.It's tough. 还行。Too tough.安条太好，就是托准备就客等于无，你准备要伫吃，那杀好了哈、哦，杀好了，不要他就拿回去，要自己当午餐晚餐了。那两只本来就是要自己吃的啦，卖不卖没关系呀、啊，安条。不卖哦、喔，不卖啦，卖耶，是卖啊，不卖，不卖啦，不卖哦、喔，卖拢了钱去啊，反正钱这个不卖收起来，红条收起来，真来，三百又来。三百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三百，这个太多了。太多了。哎，东西太多。好好。东西太多，就钱太多。啊。东西太多，就钱太多。钱太多。钱太多。那没有办法解决。东西太多可以拿进去，哎，钱太多的话。而且他刚刚三百就分开了。两百六，两百六很棒了，到了两百块了。太对了。
样啊，失败啦。长是一样的，对，大小不一样，大小差一点点。大小差一点点。我们才会有暴力啊，都要剩两百了。没休息。敏锋早，敏锋早。下棋了是吧 ？OK， 下棋了呀。OK。下棋了，你要在那边过来第二盘下棋了。哎，分头了，哎，分头了。第盘测试啦，啊，二两三是第五盘，第五盘 OK， 还有是分头。我来，来，我来。我来，我阿舅，我阿娘，我年轻来带来。小金东早。可以哦，别个招来，别个来只不台湾，看你三条过来去，你不会五百块，差不多你四条，你五条，你五百来，只不一百两，差不多你五百，五百，五百差不多，只不个多可以来，五百两，五百，六百。不就讲两个，五包真系，五包真系五百，五百真系五包，五百了系，三百系四百真系五百，五只系，一只系五百真系五包，五百了。拿命必须，拿。不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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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五百五包，五百了系。老板，老板。孙明峰早。这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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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期啊，它是属于鲷鱼之类，没有这个比较硬，应该是无锅鱼之类的，跟这个这个的。那是无锅鱼改良的。对。哦，尼罗。那个香鱼呢？香鱼来。啊，今天这两个不清楚，这鱼没有，这这条鱼没有。差一点啊。那个地方吃虾都危险，万一什么来着？这个是香鱼。那白鱼哦。这哦，你不了解，等点酒了的。餐厅有看没？这白烧汤哦，两块酒来包好啊，四块半三百，五块三百，六块三百。吃啦，不吃？一条给你三百，一条给你三百块，一条三十块而已，好不好？不要。好。这是不要你讲讲个屁呀！阿叔，你讲个为什么不要？我觉得有点贵。但是几条啊？十条，三百块，三十块有点贵。几百块？三百，一条三十。一条三十块啊？对，香鱼。挺贵啊。哎，你发现了没？一条三十块，挺贵啊。之前有买过。之前我在你这买过冰。不然你就整箱的。哎呀。之前有买过，但是好像比这个多哎。那个，因为它是在这里卖的，如果你整箱的。东西大大小大，物件大小不有差啦，啊个，个物件是大小冇差。整箱就比较便宜了，整箱就比较便宜。因为买越多越便宜。对呀，买整箱的就没别人没有人跟你抢了，整箱不是你的。一箱二十几条，一箱卖，一箱卖卖完刚好九百。你要整箱的话，给你七百就好，六百就好。整箱整箱是三份啊。哦，整箱是三份。嗯。然后一份三百，这样子对。便宜了两百，六百。便宜了一份。哦，便宜一份。对。便宜三百的，便宜你老公了。还有两百二三百块肉鱼是十元，你买三十两百元可以吗？他是卖十五只两百肉鱼，他是卖十五只两百哦，秀明。
学员你好，我输到三千啊！你，我输到三千，我输到三千啊！你看我来，我后面表情输三千万。捞鱼不能一直吃鱼，没有办法一直吃鱼。这是小花枝哎，哎呀，小花枝，小花枝。这个布布啊，这个布布啊，这只还是只旧的呀，哎，布布拢高粱叶，这种的，这样的，现在在家里卖啦。啊，系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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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看这个布布，现在啦，这个布布你公开，这个怎么来？这哦，啊，四百三百两，啊，三百。两百，一百元七只。啊，那个两包。系啊，你做一只，无人买两包啦。开得多个，啊，开得多个。系啊，开多，那无只两包方两块钱啊，够。那时候我做到很多个啦，可能啦，广东破产都无啦。啊，一只在呀，总一个壳。哎呀，种鱼也冷冻，我买一碗。你个只哦？冻到啦，咸鱼啊啦。啊。咸鱼啊。咸鱼啊，我都买两尾啊。三百。你买啥？你要你要啦。我发两包，你要我。只买两包，你是嘞？啊。只买两包，我叫你买两尾，你要我。哦，两尾你要我。好啦。三个两尾好啦，你还要嘞？三号啦，不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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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三号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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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三号啦
个猪肉，还是个猪肉啦、豆干啦、豆菜啦，无路用个，就用个调理，用个调理啦。我今朝小明，搁买顿来，阮某就搁买啊。买个西啊，那个西药哟。小妹都食过面面镜，你羡慕哟？不知道，我是讲西药，西药西药。好面啊，不要吃就够好嘛。我搞不搞排面啊？没有。三块两百。两百。英哥早。这样子我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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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样子冬宵啊，冬宵裹脚。